大家好，我是米娅。我今天继续背我的成语哦。今天天气很冷，中午就会很热，天气现在觉得怪怪的，就是一下冷又一下热的。所以我今天就穿了裙子，我就穿裙子啊。我穿的就是宽松的，又薄又厚的。今天搞不清楚那个风是怎样，太阳还是怎样。那我们就开始来背我们今天要背的成语吧。对了，我想上跟你们念，我们已经要阶段到第二个步骤喽。那我们就开始来背吧。具见是非，非亦仁，任人唯亲，亲密无间，见不容发，发指自裂，裂土分毛，茅塞顿开路先锋。锋芒所向。那我的成语就到这里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人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个小爱心哦！拜拜。